各位弟兄姐妹们和朋友们，早上好，早安，欢迎你们今天能够来参加以勒的直播崇拜。诗人在诗篇138篇说，耶和华，世上的君王都要称谢你，因为他们听见了你口中的言语，他们要歌颂耶和华的作为，因为耶和华大有荣耀。请我们大家一起来颂赞我们的神。Good morning. Let's start by singing My Anchor Holds. Though the angry surges roll on my tempest-driven soul, I am peaceful for I know, wildly though the winds may led me to the grave. I had
no hope that you would own a rebel to your will. And if you had not loved me first, I would refuse you still. But as I ran my hellbound race, indifferent to the cost, you looked upon my helpless state and led me to the cross. And I beheld God's love displayed. You suffered in my place. You bore the wrath reserved for me. Now all I know is grace. Hallelujah. All I have is Christ. Hallelujah. Jesus is. So all might see the strength to follow your commands could never come from me. Oh Father, use my ransomed life in any way you choose, and let my song forever be my only boast. Lower while I whispered, less of self.
lower while I whisper less of self and more of thee. Higher than the highest heaven, deeper than the deepest sea. Lord, thy love at last has found.谢谢诗凯弟兄带领我们所唱的诗歌。我们讲到主耶稣的吩咐就是这样，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天天的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那最后的一首诗歌讲到了一个人的心路历程，从一个专爱自己，慢慢的到少爱自己，然后说更多的爱主，一直到最后专心的爱主。我们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有这样子的，都从那个经历里面能够进入到最后的一个的档口，就是能够不爱己，专一爱主，学习什么叫做舍己。因为主耶稣说，只有放弃自己舍己的，才能够得到真正的生命，得到真正的祝福。请我们大家一同的低头来祷告。天父啊，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众弟兄姐妹有这个特权，今天可以一起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在这个混乱的世界里面，世俗文化对人类的价值观、人类的身份和尊严都重新的定义了。然而这苦难还因为罪所导致的伤害充斥了人间。然而诗人在诗篇139篇里面说，我们惊叹称谢你，因为你以无穷的智慧和大能造了我们的脏腑，在母腹中塑造了我们。你使我们每一个人都被你奇妙可畏的作为而创造。我们未成形的身体，你的眼睛早已看见。你为我们所定的日子，在我们还未度过一日，都完全记在你的册上了。神啊，你对我们的意念多么珍贵，数目何其众多，比海沙更多。更有过之的天父啊，我们感谢你的爱和恩典，拣选了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你救恩计划其中的一个部分。感谢你拣选我们成为你这一代的见证人。想到今天是全国的单亲日子，我们想到许多单身的父母亲，或者是在婚姻当中家庭里面没有一个能够配偶来支持他们的这些的母亲们，他们承受了教管儿女的重大的责任。主要很多时候我们为他们悲哀，但是我们感谢主，因为你会施恩典，我们求你加力量赐给这些的单亲 的父母，特别是母亲们，求你祝福他们能够好好的教养他们的儿女，祝福他们这个家。当我们看到教会重新开放的日子近了，我们求你帮助我们谨慎的过日子，能够和你福音相称这样子的生活，而且求你预备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都立志要向外拓展，与那些被你吸引到以勒来的人分享你救赎的大故事。在我们聆听这个信息，接下来的信息的时候，求圣灵
赐给我们悟性，来明白我们今日的世界和今日的文化的潮流。我们这样的祷告，乃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字，阿门。弟兄姐妹们，早安！很高兴今天再一次有机会和你们在网上能够见面。一位过世的民主党参议员莫尼汉，他曾经讲过一句很有名的话，他说：“每个人都有权发表自己的意见，但没有权利发表自己的事实。”但是你晓得吗？在有3300万户用户的这个社交媒体里面，这个推特，他们却不如此的认为。科技的巨头像推特、脸书、谷歌，都在社交媒体平台上面监管许多保守派的言论，包括许多的宗教团体他们发出来的言论，而能够取消他们的声音。在奥威尔所写的一本小说《1984年》里面，他曾经这样子写，他说：“你没有看到这个旧说新语这个媒体的目的吗？它的目的就是为了要缩减人们思考的范围。”这个现象竟然从小说里面竟然的出现在我们的时代里面，这是难道不是令我们不寒而栗吗？那么基督徒应该怎么样子回应这种监管和禁止我们发言的企图呢？在美国，我们许多人都努力的维护着美国宪法第一条的修正案，这个修正案很明确的保障我们每个人有的是公民的话，我们都有言论、宗教、出版和集会的自由。我们为美国这些初期建国的创国的人，神给他们的智慧，他们承认了这些的基本的自由，我们为此而感谢神。然而在现今的这个所谓的觉醒时代里面，基督徒在竭尽全力维护这些自由的当儿，我们也必须要重新的审视我们对今天文化向我们的挑战。从教会的初期一直到现在，基督徒就一直的面对许多文化冲击的问题。因此我们基督徒不应该自以为我们理当享有这样的自由，而想用自己的方式、自己的力量去争取这些的自由。相反的，我们要完全也唯有依靠我们的神。毕竟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掌管了人类的历史，任何的事情发生都是有原因的、有目的的。只要我们有机会，基督徒的第一个责任就是要分辨时机，而且能够借着在我们所处的文化里面学习怎么样子教导我们自己，也教导我们的儿女们能够有圣经化的世界观。这也是在旧约生命记6:4-9里面我们所看到的，这也是耶稣所称的第一条最大的诫命。上面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耶和华，你要全心全性全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吩咐你的这些话都要记在你的心上，你要把这些话不断地教导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或行在路上或躺下或起来的时候都要谈论。你要把这些的话语系在手上做记号，戴在额上做头带，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门柱上和城门上。”我们要看到这些的教导必须要从我们自己开始，然后我们才能够教导我们的儿女。在上一次的信息里面，我讲到我们现在所处的生活的这个时代，觉醒时代，它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叫取消文化。这个觉醒的理论，其实他们最强调的一件事情，就是种族和社会经济的平等。从表面上来看，这是寻求平等，难道有错吗？当然是没有错的。然而隐藏在他要求平等的后面，事实上还有一个非常阴险危险的动机，就是要求我们性向
和性别的认同。他们这样的做法、说法，造成了今天人性当中很大的道德还有社会上的冲突。今天我的信息要专注在性别认同这个主题上面，我会讨论到从怎么样子从世俗文化当中所标榜的这种认同所包含的问题和它的不一致性，然后接着我们要再来看看圣经有关这个性别认同的这方面的教导。在信息开始的之前，我先想要声明，这篇信息主要的不是针对个人，每个人都有他自己 的选择，我们不是针对个人，乃是针对一个世俗的世界观。有一个新的名词，我想很多人都没有听过，也许有些的青少年曾经听过，这个名词称为私性 cisgender。 这个名词是表示说一个人的性别是在他出生的时候被指定的，指定在这个定义下面有两个很大的假设。性别既然是被指定的话，它就不是根据实际的生物学的现象，不是说你生来就是按照生物学是男是女就定了，而是说是被指定的。第二呢，性别是按照个人的选择，而不是与生俱来的。在好多年前，《时代》杂志有一篇的文章，这个作者提到他的弟弟埃文，他生下来是个女性，后来他变成了一个变性的男人，名字改成埃文。但是成为男性的这个埃文呢，一直想要有孩子，之后呢，他就生下了一个孩子。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新的时代里面，性别很有很大大的弹性，女人可以变性成为男人，之后居然还可以怀孕生子，是何等的一个奇妙的现象，奇怪的现象。让我们再仔细来看看这个醒觉世界观的有给我们看到的两大谎言。第一个谎言就是说，当今的文化说性别不是基于生物学的固定特征，而是由当前文化所营造出来的社会结构。弟兄姐妹们，你知道吗？从幼稚园的年纪，小孩子一开始在一些的公立学校里面，他们已经开始的教导孩子们一些关于性相关 的课程。在这个课程里面，他们教导这些孩子们，他说你有很多的方式可以表达你们的性别，你知道吗？他们教导小孩子，这个在三年级的小孩子们，他说你们可以自己选择，你们想做男性还是做女性，或者做双性或者是无性。在这样的世界里面，没有绝对的真理，只有主观的选择，只要你感觉怎么样，你如果说出来的时候，你就是如此。我们讲老实话，并不是争论说是不是有一些的人对他们的性别可能有一些心理上的困惑和障碍，我们 不否定这一些。然而你碰到这些的困惑障碍的时候，不去处理这些的问题，性别认同的运动却说生物学必须反过来要符合和认定经由变性手术的这种的性别。许多人甚至在主张说，为了这些想要改变性别的年轻人，帮他们去注射一些激素或者是荷尔蒙。然而你晓得吗，事实上你就算能够修改生命身体里面的外部的特征，并不能改变，也不能符合我们遗传上面的这个染色体的基因，这个已经定了。要对抗这种所谓的性别只是一种社会结构的这种所谓的谬论，其中的一个办法就是我们可以来测验一下这种的概念会引起怎么样子的后果。有一次有一群大学生被一些 的人这样问到这个问题，也研究的专家问到一个问题，他说你们对这个性别认同和用这个公共厕所的政策这种看法到底是怎样。刚刚开始的时候，差不多所有的学生都肯定说每一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权利去选择与他们自己认同的性别互相符合的洗手间，他们可以要去男子要去女的，女的要去男的厕所
都可以由他们自己决定。接着呢，这些研究专家又问他们一些跟进的问题。他说，他们说，假设有一个身高5尺6寸的白人，告一个男人告诉你，他认为自己是个7岁大的亚洲女孩，那你要怎么说呢？很多人就在那边在思想，不晓得怎么回答。但是有个大学生却说，如果他对我解释他为什么这样子感觉的话，我就会很开放的接受他。请问你，你看到这其中的荒谬吗？一旦我们文化对这个性别认同的看法是如此的任性妄为，这种荒谬的噩梦将永远没有办法停止的。那我们看看这第二个谎言，在当今的文化里面说，不论人们为自己所选择的是什么都好，我们应该肯定别人的想法，肯定他们的欲望，好让他们能够在这种他们的自己的欲望和看法里面能够茁壮，能够茂盛。所以呢，你可以认为，做一个你认为自己，认为的自己，或者是做你想要做的任何的事情。我们如果选择向现实跳转的话，这些的这个醒觉式文化里面，居然还说这个是标榜是一个表现勇气的一个举动，我非常的赞同。这种的文化，把人类的尊严，就和他们个人的自主的意识呢，就相等了。一边是人类的尊严，一边是他们自由的、自主的意志，这两个对他们讲是一样的。因此呢，如果什么人不同意、不赞同他们的选择的话，他们说你就是在剥夺我的尊严。那么呢，所以呢，你要么就是符合他们的所做的选择，要不然你就被称为是偏执顽固，就被披上这个老古董、固执的标签。而这些所有的顽固者的观点，既然你这么顽固的话，我们就把你取消掉。那我们怎么回应呢？这回应的方式是这样的：我们不是偏执顽固，我们的观点是根据实际上的生物学而做出发点的。我们必须要区分这个身体和实际的身体上的实际和心理的这个的主观。这个分别，这个心理的认知和这个实际的那个事实是有分别的。讲老实话，你在世界上找不到任何一个医生可以用医学的方法来诊断到底你是不是个变性人。我们生病，医生可以诊断是什么样子的病症。可是你说我是一个变性，要做个变性人的话，没有一个医生可以这样子又诊断出来的。因为这个变性人的想法只存在他自己主观的心思意念里面。而且我们来看看，假如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他坚持说我已经65岁了，请问你，他能够享受这个社会安全的福利吗？你试试看去这样申请，看看政府会不会给你社安福利，这是不可能的。如果一个白人他说我是个少族的族医，少数的族医，讲到很多大学里面对这个少数族裔，他们有一些预备的大学奖学金。你说我是个白人，可是我要是我认为自己是个少数族裔的话，你能够去申请到这个奖学金的金额吗？这样子的所谓的社会结构是不符合这个逻辑的一致性的。所以既然它是不符合的话，这种理论是不能够成立的。而且我们不但是这样子，也看到这个荒谬运动的这个后果。比如说，要维护这个变性的女性，这个她们使用厕所或者更衣室的权利，她们非常的提倡。那么我请问，那么对其他一般的女性，如果她们对变性的女性在一旁，在她们的厕所或者更衣室的一旁的时候，她们觉得很不自在，那对她们的隐私权，我想请问，要怎么样子去处理呢？如果你不处理的话，难道你能够说这是对所有的人都公平吗？还是只是对一部分你认为重要的人是公平？另外我们再来考虑一下，在很多时候我们美国非常大家喜欢这个运动的项目，在现在在运动项目当中，有一些的变性人在参加运动。你晓得在50年前，
只有少于4%的女孩子参加在学校里面参加女性的运动队，到今天已经差不多到增长到40%。这些的增长都是在过去的几代的女性们为了要让他们的儿女女儿特别是让他们的孙女儿能够在运动场上和男孩子一样他们有权利参加竞技而努力争取的一个伟大的成就。然而由于文化的压力现在的醒觉文化他因为他们容许这个变性的女性去参加这个女性团队的竞争。你晓得男生来是男人和生来是女人 女性他们的那个不能力是不一样的。所以呢因为这样子的话所以把很多的女孩子就放在一个很不利的地位上去竞争。我想请问一下你难道这些东西这样的做法也能够称为是公平公正吗？你晓得我们合情合理是重要的，同情也是一样的重要。可是呢，我们不能够因为同情的缘故就否定这个合情合理的这个做法。在前几次的这个信息里面，我从那个自然的神学或者说普遍启示的观点，他谈到神的存在。在那一次的信息当中，我给了你们很充分的理由，我相信给了你们很充分的理由。可以不但可以相信神是存在的，而且给我们看到圣经呢，为什么圣经就是神对人类的权威的启示。我们如果根据的这样子的基础的话，让我们来看看圣经对我们人类的性别和性别的认同是采取什么样的立场。我上面已经提到，醒觉文化号称他们是遵循科学。然而他们在这个性向和性别认同的这个主张上面显然是违背这种科学也违背了常理。这个常理是什么呢？就是性别我们在出生的时候就已经被决定了。不管我们人用什么样子的外科手术或者注射荷尔蒙的方法想要去改变外在的形体和象征，我们人却无法改变生物和基因上的这个实际。但是我们不是为了反对而反对，我们需要让大家明白我们是表达我们到底赞同的是什么。我们赞同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肯定所有的人，包括这个变性人，他们与生俱来的尊严。圣经很清楚地教导我们，神凭着他自己的形象创造了男人和女人，而且神看男女都是平等的。在耶利米书1:5告诉我们，神在创造我们之前对我们的生命已经有一个目的。你知道吗？你的生命是有目的的，不是偶尔存在偶尔消失的。然而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面，我们的文化重复的谎言是什么呢？就是说不论是让一个人选择他自己的性别，或者是根据孩子的性别来选择生育和堕胎。在中国我们很多的地方，我们就看到这个人的堕胎，就是因为他们说，哦，要生女孩子，他们就堕了胎，然后为了要一个男孩子，因为只有这个当时的时候只有一家一个孩子的这种政策。只要在现今的文化说，只要一个个人认定他的真理就是真理，这个岂不是很荒谬吗？这个就是在这样的文化当中所产生出来的弊端。这也就是在创世纪3:5撒旦对我们人说的谎言。他说，你们会像神一样。当一个人说我不喜欢我生下来的性别，他既实际上就是向神的设计挑战，而且他要扮演神的角色来改变他自己外面的形态。弟兄姐妹们，神给了我们每个人都有尊严，我们不需要别人来肯定我们的尊严，我们已经有这个与生俱来的尊严。不管别人怎么看你，你的尊严在神的眼光里面是不能够夺去的。我说过，因为罪的缘故，有一些人可能感觉他受限在这个所谓错误的身体当中。而这个醒觉的文化，他对这种的心理上的困惑煽风点火，鼓励这些人，他说，你们改变，可以改变你的
自己的性别。有一位罗兹女士，她是已故的这个伟大的布道家格里汉的女儿，她曾经这样子说，她你能够想象，如果一个多线道的高速公路没有任何的线道和方向的标记，你晓得会产生什么现象吗？一定会有很多的混乱和很多的交通事故。一个正常的人不会抱怨这为什么这个路上有这线道还有方向的标记的，因为开车的人都知道这些的标记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安全和自己的好处。然而在我们今天周围的世代里面，在他们成长的过程里面，是根据他们个人的道德观价值观而抗拒神所设定的界限，会产生那个结果是什么呢？就这个时代里面，讲老实话，是失去了平安，失去了安全感。当神制定了这个道德定律的时候，他的目的不是为了压制我们，而是能够让我们能够自由的生活在这个安宁和平安当中。你想到我们看到我们人类里面有很多的犯罪、离婚、堕胎、自杀等等的现象，这些都是生活在神的界限之外所带来的危机和危险。保罗在哥罗西书三章，加拉太书三章26-28节里面这样说，他你们因着信在基督耶稣里都做了神的儿子，你们所有受洗归入基督的人都是披戴基督。请听下面的话，保罗在接下来说，并不分犹太人或希腊人，做奴仆的或自由人，男的或女的，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体了。当然我们男人和女人，我们扮演的角色各有不同，虽然说过去的时候甚至在现在，我们看到很多所谓的基督徒的男子对待女人很不公平的事情，这是我们不能够赞同的，但是我们却不能因为人的错误而否定圣经的教导，说圣经的教导不对。在神的设计里面，男性和女性都有同等的价值，并且不管人的肤色是怎么样，各个民族也是平等的，在神的眼中所有的人都是珍贵的。因此在你和我们的做基督徒的眼里面，我们也应当看每一个人都是珍贵的。这种对所谓的性别的困惑和不正常的性别认同，基本的原因就是我们人抗拒神所设定的这个规范。而后遗症是什么呢？就是导致这些所谓的变性人还有他们的家庭、他们的儿女都的生命都会产生一个破碎的情况。在罗马书一章24-28节描写了人类反抗神要自以为神的这样子的结果。保罗说，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尊他为神，也不感谢他，反而心思变为虚妄，愚顽的心就迷糊了，因此神就任凭他们顺着心中的私欲去做污秽的事，以致羞辱自己的身体。因此神就任凭他们放纵可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原来性的功能变成违反自然的功能。同样的，男人也舍弃了女人原来的性功能，彼此欲火攻心，男人与男人做出可耻的事。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着败坏的心去做那不正当的事。在这边三次提到神就任凭他们，当一个人要违背神，要自以为神的话，到一个地步神说我就任凭你去做你想要做的事情。在这边我们看到，我们人类不仅仅只是败坏而已，我们实在是叛逆了我们的创造主。然而你晓得吗，圣经告诉我们，神的故事并不是到此结束了，他有方法把这个错破碎的人重新的整合。首先借由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而成全的救赎工作里面，神预备了一个方法让我们能够从
罪恶当中被拯救出来。第二呢，在以弗所书第四章23到24节告诉我们，只要一个人信靠了耶稣基督的话，神就会根据他自己真实的公义和圣洁重造我们，给我们一个新的性情，让我们能够正确的了解性别的本质，而且神会加添我们能力，让我们能够按照他的旨意做我们该做的事情。而且呢，不但是如此，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我们都有责任要帮助别人能够了解性别认同的问题。让我来借用这个一本书，叫做《应对当今文化的使用准则》这本书，为大家总结一些很实际的一些的步骤是我们可以采取的。首先，我们要同情那些纠结在性别认同问题的人。你知道吗？41%的变性人都曾经试图想要自杀。这些人都是有永恒灵魂的人，他们都是有宝贵生命的人。所以我们必须也不能够排斥他们。如果你有一个变性的朋友的话，要先用恩待恩慈来对待他们，然后呢，当你得到一些的认同之后，当他们明白你对他们的爱心之后，然后你才可以学习怎么教导他们认识真理。第二个，我们年轻人这一代是非常重要的，他们很多的时候对这个时代的文化并不能够完全的分析了解，所以我们有这责任，我们要和这个年轻人先培养一个爱的关系。当我们在有机会和他们讨论到性别的问题之前，我们用爱和温柔来对待他们。然后我们可以根据刚刚开头时候提到的创生命记第6章4-9节里面的指示，然后我们可以教导他们神所设定的规矩，而且指出神本身是我们性别的每个人的性别的源头。第三，如果我们已经结婚的话，我们要学习怎么样子努力加强健全的婚姻关系，我们能够做一个榜样，一个稳固的性别认同的榜样，和我们有健全的婚姻关系，可以和在家里面和在教会里面很多的年轻人孩子们，我们晓得有一个是比千言万语更有效的一个见证。最后，我们需要预备自己去面对这个文化渐进派，他们必然会临到我们的攻击和我们对我们的反对。另外一件事我想跟大家提的，我订购了 一套纪录片，它的名字叫做按照他的形象，按照神的形象。在这个纪录片当中有圣经的教导，许多的见证，还有神对这个性别和性别计划的科学证据。我盼望在11月收到了这一份的纪录片之后，我可以供应给大家在门徒训练的课程里面、细胞小组里面，甚至在年轻人的聚会里面都能够观看。有一个非常出名的画家叫做 Rembrandt 雷布兰，他有一幅名画称为《加利利海上的暴风雨》。在这幅画当中，戏剧性的显示了在耶稣平息风浪暴风浪之前的海面。如果你数算一下在这个船里面的人数，你会发现有14个人，耶稣、他的12个门徒和雷布兰他自己。他在当时所要传递的信息，讲老实话也是我们今天在目前的情况里面最好的信息。我们都在一条的船上，不断的遭受着风浪的袭击，不断的面对着这个世界的罪和这个不完全所带来这个险恶的浪涛。我们看到很多文化的冲击，然而即使在当前的文化当中这种的征战里面，当我们如果有耶稣基督和我们同在一条船上的话，只要我们信靠他，我们就无所惧怕。弟兄姐妹们，让我来鼓励大家，我们要紧紧地抓住这个准则，斗胆征战，不要惊慌害怕，因为主耶稣基督时时的要与我们同在，他答应我们的，他与我们同在，
直到世界的末了。请大家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看重世人，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无上的尊严。求你帮助我们每也能够看到别人这些其他你所造的人在我们周围，叫我们学习怎么爱护，能维护他们，能顾惜他们，让他们分享。主啊，我们也求你赐给我们有悟性，能够明白我们现在身处在这个世俗文化面临的属灵征战当中。主啊，你教导我们自己，也教导我们的年轻的一代，让他们都能够有这个警惕和分辨的能力，免得被他们被拖入到世俗文化的这个时刻可怕的这个被世界观。你求你帮助我们在言语上态度上都能够有一个适当的平衡，使我们对那些拒绝真理的人反映基督耶稣基督的爱恩典和他的谦卑，同时叫我们能够继续的坚持你话语教导里面的真理。我们这样的祈求乃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字，阿们。有一些很重要 的报告，下一个礼拜3月28号我们会有每年一年一度的教会的年会，因为我们需要有个法定的人数，所以我鼓励所有在以勒教会的会友们都请你们务必拨昂参加，到时候我们会发给你们一个联络的件，让你们可以上来参与我们这个年会。我们在教会这个年会里面，我们很重要的很多重要的课题，我们需要讨论到教会的重新的开放，我们所预备好的一些的措施，而且我们需要下一个决定，对教会有一个拖拉车的这个计划，我们需要大家一同的来决定。还有我们教会在一年多以前出租了这个前面的一块的地给建筑工程的人，能够修理我们在教会前面的道路。我们需要决定在他们完成的工作的以后，建筑工程以后，我们要怎么样子处理这块地。所以是非常重要的聚会，请大家务必要参加。请我们现在低头，我们来领受神的祝福。天父啊，求你引导我们生活在你的恩典当中，并且能够常常以圣经化的方式经常的更新维护我们的思维。求你赐予我们能够有勇气和同情的心，让我们不退缩，而能够成为在这个世俗文化时代里面做你忠心的见证人。求你吸引我们天天与你亲密同行，使我们不致陷入试探，而且救我们脱离那个恶者。我们这样的祷告乃是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字，阿们。还要提醒一下姐妹们，今天有在聚会以后12:30有姐妹的团契，请你们大家来参加。愿神祝福你们，保证你们在接下来这一个礼拜里面能有神特别的恩典和平安，阿们。Christ caused me to believe that you're worth more than lust or impurity. You know my heart, it is not good. You see my hands, they are not clean. Oh God, forgive me.Gracious to me, O God, a
according to your steadfast love and abundant mercy. Blot out my transgressions, thoroughly wash me from my iniquity. Cleanse me from my sin. Let me hear gladness and joy. Let the bones you've broken rejoice. Hide your face from my sins. Cast me not away from your presence, and take not your Holy Spirit from me. Salvation, and with a willing spirit, uphold me. Then I'll teach transgressors your ways, and sinners will return to you. Christ, open my lips, my mouth will declare your whole praise. There is fullness of joy in your presence, and pleasures forevermore. But on the other hand, do not be deceived. The sexually immoral will not inherit God's kingdom. And such were some of you, but you were washed, you were sanctified, you were justified in Christ Jesus' name. And by the Spirit.